耶。OK， 两郎三中里没有鹅、okay. 是吧 ？OK， 还是有、啊、没有加拿大有网红。OK， 好，感谢想听后来的凤求凰，谢谢想听后来。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爱。Hello Hello， 怎么说？聊有没有人愿意聊？没法盘身份了，有没有？聊一下，没法盘身份，聊一下，可以聊一下，没法盘身份，可以聊，可以聊，可以聊，谁聊？谁聊？没法，谁聊？可以聊，谁？新一吗？三三三三聊不了，新一聊不了。OK OK， 三三聊不了，修改聊不了。OK OK， 来来来，来聊 OK。我这把绝对的好人身份啊，绝对好人身份啊，五个人，五个人怎么聊嘛？五个人是不是有人要双刀啊？我先走，你们先聊，聊完我再来。OK， 好，谁谁 ？OK，OK，OK， 好，怎么说？人有点多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好，哎，现在我知道他身份了，我知道他身份了，你跟我来。OK， 哎，轰轰 ，OK， 是这样的，哎，来这边，你等一下，我倒快好了，帮我看着。OK， 我看右边，你可以看一下左边吗？五秒，你来人，赶我往上拖。好，行了，到好了。OK， 到好了，你到好了没有？两秒。OK， 好，好了。OK， 这样来两个，直接走吗？这不，肯定不走啊！这个尸体能看见的，那个尸体不会有人踩到他，对是不对嘛？哎，他们报不了警啊，对吧？那我手上面对，来两个，我们就直接到，三个也到，哎，无所谓，直接到完章，印章，印塔。硬把他装死啊，只能这样，知道吧？现在啊，如果来三个人没有刀出去，我们就把那个人踩死。对 ，OK 吧？就两个人就直接赢了，来两个直接赢了。这个地方，没问题，只要赶来人。哎，感谢永恒的钻粉。舒可爱发言，我这把要踩死。坏了，怎么把那个尸体给他烫到了？我能保的是那个仙和小温。和同珠，因为他们三个一起跑，那个、他们小温和那个仙珠爆完冲之后就一路跑，说小温是个跟子，然后同珠也跟着一起跑，我也往前跑。然后当时我们说好要跟马老师盘身份，我搁那等了半天，怎么还没好？然后我就等了很久，我就去了供货区，我说不对呀、啊，他们人怎么不见？我就往供货区里面一走，就趟到了这个新一的尸体啊。第一个跟马老师盘身份的就是新一啊，我这把要踩马老师，我还想盘身份来着，挂。哦，铿锵有力，对是不对？因为我是看见同珠、西恩大傻子还有小温他们仨一起跑的，当时是在上边的拼拳啊，然后我是从这个墓室这边，然后走到前堂，走到喷泉，然后走到那边有那个滚石，我就不敢去了，我就往回走了，然后遇到了小温他们，然后他们说小温是鸽子，然后我就往回走了，我也不敢跟他们凑热闹，万一有狼呢，对是不对？所以说我就没去了。那就听刁德一怎么聊过。刁德一发言，这把只对话你修可爱，你一派胡言。当时是你修可爱加新一加三三加轰轰，对是不对？我们一起说去盘身份，然后新一说五个人不聊，我说好不聊，那我走。轰轰也走了。后来在下面跟三三我们一起往上走，而你修可爱看我们走，你往上面走了，对是不对？你现在只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你是误会我了，你以为是我杀的；第二种你刀到了加拿大鹅，你现在没得打，你只能张我，对是不对？啊，一派胡言，但是我也不敢打你啊，因为我怕你是误会我搞错了，所以这把，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硬张我的话，我感觉你是张不出去啊，你大概率是刀到加拿大鹅了。这个轰轰是跟你走的对吧？还是新一跟你走的？他们两个肯定有个加拿大鹅是被你刀到了，对是不对？哎，这场有加拿大鹅，你出来直接挂我票，你直接打我，我不会说话的，对是不对？全票打飞这个秋凯过。我是冒险家，先知鸽子，我是冒险家。坏了，坏了，哎呀，猜他，哦，不一定。刁德一，你的发言你都聊爆了呀！他踩你，你为什么不踩死他？还怕什么误会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搞不懂呀、啊！感谢永恒多少秒的冰雪女王，谢谢王大谋。感谢永恒多少秒。秀才不是全程在一块，我跟王大谋全程在一块，因为秀才也是一个那个。
复活之后啊，也没说话，直接也单走了。这鸡腿都能被他发现，我特意拉到角落去刀的。你这他踩你，你为什么不敢踩他？你是铁好人的身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解释的清清爽爽的呀，你怕什么呀？解释的清清爽爽的呀。我只能归你票，我给你票，我给你票。情绪牌，情绪牌，情绪牌。讲的清清爽爽。我觉得这一轮也是出马老师的局啊，因为一开始我们一堆人在那之后，然后好像是马老师带着新一就走了。其实我这边是比较认修可爱这个发言的啊、那我这边可能投马老师过了。坏了，把我卖了，坏了。修可爱一开始跟我在那个。进麦克下面那块他站着没动，然后我在上面没动，分析的清清爽爽。情绪牌出来，西恩就一直喊小温的鸽子，他是在卖我。小温气急败坏，钻进了屋里啊！这就是所有的信息啊，够。他没有信息，没办法。他西恩发言，他说自己在加拿大，但是小温是个铁鸽子，好吧，下把警长去给他嘎了，好吧，先出掉的一过。我说完加拿大他直接投我的，说明他有可能是加拿大。虽然他刚发言挺正的，他又讲了几种逻辑，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讲了两套逻辑，没有踩死修可爱，然后后面想了一下，然后再说他才踩死修可爱，但是已经晚了、非常到位。你要第一时刻直接把修可爱踩死才行，不然只能踩他打到那个刀到加拿大鹅。情绪牌，所以我觉得掉的一这一波发言不够硬，卖我，我选择投掉的一过，卖我加拿大鸽子，这加拿大 okay, 这鸽子。那他集合游戏结束，好吧。他可能是个秃鹫。半场集合，游戏结束。瓜皮，瓜皮，瓜皮，清清爽爽的，居然把我给排出去了。这个狼给他咬到了。哎，居然把我骗过去杀了，王老师。我这么信，这个角落他骗过去直接。这个不是，关键是修凯居然过去把你尸体给踩到了。对他挺聪明的，他觉得我很多人没有落头，他觉得我死了。难受啊！他挺聪明的。难受啊！他居然还过去看一下，回头看一下。这个人对啊，你居然是个秃鹫！他一个人去守哇，因为他是加拿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不怕死，他就过去踩了一下。OK， 你好，我真得把我，你们必须得把我。他是谁？这头猪，这头猪你也不说话，他俩没有啊，我跟他们一直在一块啊。三三在上面，你去在哪？在哪？去找小三三在上面，在上面，他上去了。三三有问，对，三三有问题。他从右边，对他从右边走的。然后小温是鸽子，小温是鸽子，他现在应该躲在后面。对。小温三三都能上。也是。我冒险家，你们，我不敢去、啊，都不怕被砸呀、啊？这真得被砸吧？这里。三三，我跟你说，在左边，在开饭头，这，OK， 牛逼，牛逼啊！还有小温，OK， 我刀的，我把三三刀了。那这轮出谁？出小温，因为刚开始在饭堂，我们所有人都集合了，我们好人不怯场，直接来饭堂集合。谁没来？小温没有来，也就好像只有小温没来了。然后我跟着先往上面那个滚石道上走的时候，遇到秀才哥，秀才哥也在旁边。出完小文游戏没结束的话，我就只能，哎，不急，先不急，先出小文吧。我觉得小文是个鸽子牌啊，他如果是一个不带刀的牌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盘一个那个带刀的那个猎鹰啊？是吧？我是个好身份，我跟西恩报过了，过。我铁刃西恩，茄哥，好人过。哎呀，你不认我的吗？我唱法说你发言很正啊，所以说要做雕得意的嘛，对是不对？哎呀你这个小孩，那你知、哎、呀难受，你能认下西恩，上来就被票出去了，好烦。那我觉得可以先出小温啊，感谢 ADM30 他就是哥的嘛的灵动晚会，对对，而且他也穿物了呀，那肯定先出他呀。哎，他没法玩了，他已经被抿出来了，从开就看猎鹰到结尾。狙击狼都没感谢狐狸不太骚的荣耀飞行，没有发现这把只能，所以说小温可出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要是模仿者的话，他应该坐不实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先出小温吧，更稳一点，对不对？过他真的、就是、这把其实这是他打得好，如果他不过去趟那个鸡腿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再刀两个他们就没得玩了。哎，我穿个鸽子的身份，我何必呢？汤到了是真的是、啊、我刚完全就是在躲，我特意拉到角落。不带刀，你们已知
啊，有，肯定下次还有带刀的呀。你们出我一个不带刀的，那我也不知道咋想啊。那明显带刀的肯定得出的，我是有票的，我就这么说吧。嗯嗯，随便了嘛，你们出我也行吧。啊，我过了，反正出我游戏必不结束，因为我就是个鸽子。感谢 ADM 三零的灵动晚会，谢谢。软弱无力，我直接飘你。然后呢，这个铜珠，啊，铜珠。有点问题啊，你没看到三三是要来刀我吗？你不来我就死了，切哥。OK， 饭堂集合，拍身份。OK， 那就好人赢了呀，这把，这把。哎呀妈呀！鸽子死了，怕什么？哎，铜珠应该没得玩。你什么身份，秀才？哎，我殡仪员。哎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殡仪员。秀才给我报了，直接报身份，直接报。对，我给殡仪员。他加了大，谁？我冒险家。谁报的什么身份？你谁报的殡仪员？你茄哥。你茄哥，你报殡仪员？我怎么个？我冒的吗？嘿嘿嘿，坏了坏了，林莹了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警长啊，他报什么病啊？感谢灵动晚会的两个，感谢 ADM 三零的灵动晚会，没，他已经赢了，没有警长了，已经赢了，已经赢了，狼已经没了，做任务只能是帮猎鹰了，现在已经不用帮他了。OK OK OK， 他赢。鬼死鬼死，直接手起刀落，好像没狼了，应该要的赢应该是，狼已经没了，哎，狼已经，我怕有个秃鹫啊，狼已经没喽，哦，没有，没用了，没用，我带刀好人，没有警长了，没有，没用了，不让他杀，我带刀好人，先听他们报身份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。你鸽子已经被投出去了。哎呀，秃鹫也没了，鸽子也没了。哎，真是红猪！哎，警长故事十，还不让开？你是兵员？你有病吧，王大毛？你刚才说谁还报兵员？